由好莱坞当红女星杰西卡·崔斯坦领衔主演《因为爱情》双部曲，看见男女方的不同观点。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他试图要沟通，每一个人都会站在自己的本位主义去看事情，所以才会有冲突、有矛盾、有误会。女生就有一个毛病，就是我就偏不要讲，要你去想出来。对，就我为什么要讲，你就应该要知道啊，否则你为什么要做我的爱人？日本女导演和赖直美推出最新力作《第二扇窗》，探讨天人生死的生命哲学。很达观、很豁达的时候，其实已经没有东西方的界限，跟着大自然的律动，你所面对的一切都是很真实的，你就会很真诚地面对自己，面对别人。异想世界本周带您来看辩证爱情与生死的新片，每周一至五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。